伙计，重磅消息啊，你公公的煤矿分红了。哎呀，上次跟你去内蒙的都是接着矿了，不是咱家的呀，除非你把它搬到我面前，不然我不会被你忽悠了。哎呀，真的，我们那矿都是集体的，人人有份，正好赶上今年分红，不信你问你公公去。爸，你管管我，现在大孙子一岁了，你儿子又忽悠我呢。不忽悠，现在是集体的，人人有份，可惜玉彪把户也贴出来帮不到了。哎，看着行情，我现在都后悔拿北京户口了，损失几十万呢。你笑啥啊？我的不就是你的？爸，那要如果是真的的话，可以让毛哥把户口都迁回去，我不介意。大妞的也迁回去呗。我姐，我精打细算了一下，就我爸妈，然后加大姑姐，再加帅帅贝贝，再加我，七个人有七八十万呢。哎呀，咱的商务车有着落了，大喵啊！大喵、啊！我跟你妈那份都给喵喵种地了。喵喵，看爷爷多疼你。哎呀。吃成小花猫了你！哎哎哎！你每次吃个饭，你看那里一身一手都是，一天得换好几身。生气了啊？哼！我说我拿着喂他吧，他不愿意，非得自己拿。你看，哎呀妈妈，大苗都一周岁了，该让他学会自主进食了，这样能锻炼他的转主力和血系力。你看，真有矿哥？真有！哎呀，好多钱啊！哎呀！哎呀！妈，要不你把户口也迁过去算了。走吧，伙计，这老丈人跟婆婆在那屋准备要扒菜一汤了，咱们再好好讨论一下矿的问题。看我伙计乐的嘴都合不上了，是不是有想法？没有。哎呀，看看我们家两个大厨，饭都做好了。做好了，这我们俩互相帮着脱衣服。下一步干啥？认错人了。奶爸。哎呀呀，扒菜一汤，生活奔小康。你吃饭不？来来来，爸爸妈妈们干杯！干杯！姜姥姥、杨姥姥还不如咱那老家的庄子姥姥，现在已经成景矿了，以后大发展。哎呀，你逗妈妈呢是吧？我们吃完饭了，现在准备跟大姑姐视个频，不会跑路了吧？非要给你大姑姐视频，你哥说啊，你俩干啥？发完那个视频你就失联了，啥意思啊，妹子？是啊，咱俩还是不是闺蜜了？大喵有话跟你们说。嗯。哎呀，喵喵会说话了啊！会了。喵喵，你就说，哎，咱们煤矿是不是分红了呀？这么直接？帅帅，你舅舅要整个商务赞助点呗呀，行吧？没有。行吧。果断拒绝是吧？行，以后少联系吧啊。拉黑吧，行。